不喜欢最好。怪只怪你太好骗。小姐，跟我走吧，不回太子府了。去哪儿？去哪儿都行，离开这个乱世。燕池，你受伤了。上。燕池，小心。燕池，无事。带他走，去西郊别院。小姐，快走。他是……别让他跑了，赶紧去。好，苏大人，殿下。正愁筹码不够，没想到柳氏亲自送了张底牌过来，把他带回去。是，走。哼，失和蛇毒，幸好当年谢玉游历西域，带回此毒禁药。老夫寻遍藏针阁，只剩这一颗解药了。太子，速速服下，即可解毒。有劳将御医。太子飞回宫。燕池中毒了，西域的尸和蛇毒。我听闻当年大御使臣谢瑜游历西域时，曾带回此毒的解药。你是太子，定能找到解药。我为什么要救他？他是谁？与我何干？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况且他是因为救我才……云千羽，你就这么在意他？在你心里只有他的命是命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想救？不救。你是太子殿下，解药就是举手之劳。若你肯救他，我会永远待在东宫，做一个知书达理、温柔懂事的太子妃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你
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云千羽，你还是像从前那么好骗。我娶你只是为了堵住这天下悠悠众口，现在我的目的达到，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提条件？去灵川，你个混蛋！太子妃也做不好，同别的男人我外包，现在受了伤要我来救，你真当我人慈大度？不是呢，你明明说过你林千羽。真以为我喜欢你啊？你不会真以为几句甜言蜜语就能将堂堂大玉太子的真心拿捏，呼来喝去把我当棋子任意摆布？云千羽，你真是天真的可爱，你就没有想过你才是那个棋子？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怎么？不要再说了。你是对我情深意重？不喜欢最好，怪只怪你太好骗，骗你千次万次吧，死心不甘。现在我已经烦了，不想再应付你了。殿下，您的伤。江玉已经看过了，无碍。偷偷放在燕池的药里，快吃。殿下，他是您情敌，您凭什么救他？母亲，是。